五号赵梦欣来自甘肃省芦花运协会，选手可以出发。哇哦，选手摔倒。孙栋来自甘肃省轮滑运动协会，选手可以出发。好的，感谢选手。有请下一位，033号胡文峰来自山东塔拉雅。好的，选手采用动作 back cross。我下一位065号赵梦欣可以出发。好的，下一位064号孙栋可以出发。下一位033号胡文峰可以出发。哇哦！第三轮啊，065号赵梦欣可以出发。064号孙栋可以出发。下一位033号胡文峰可以出发。下面进行第四轮，第一位065号赵梦欣可以出发。好了。下一位064号孙栋，请出发。下一位033号胡文峰，请出发。好的，感谢选手，第一组就结束了，下面进行第二组。